今天谢谢了啊！哎呦，老杨，是我谢谢你。老杨常来啊！下次还我们来，怎么能让你呢？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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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好嘞，好嘞，慢点啊！师傅慢点啊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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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我不想去理财中心，我之前又没有干过，然后也不是学这个的。你怎么回事儿啊？怎么这么没上进心，这么没出息呢？ 你一辈子只想当一个银行柜员啊你！就是啊，这事儿听你妈的，没错。费这么半天劲，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叫我车去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和江婷还有些视频要对。哎，你这，不，你这孩子，咱俩这是费力不讨好，你说，把咱俩的一扔还走了。行了，咱俩走吧。他必须听我的，他这事有问题。肥了。 没有相亲啊！你问他去，你问我干嘛？你不是一直帮他挡吗？现在挡不了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他的每个相亲对象都将知道我是他朋友。是，那我觉得呀，你还有机会。啊，赵倩，我要辞职。你跟我说没用，我现在又不是你领导。 谢谢。没事。啊，总之，我真的很讨厌他们，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。你再怎么反抗，最后还是得听他们的。商量有什么意义？知道，是我自己没种，但的确是我跟你不一样啊。你可以靠基金和股票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，但是我不行啊。 我只能消耗我的血汗钱。对。唉。那天后来怎么样了？你们俩相处的还好吗？他呀，他是个好人，但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心思。这东西说不定谈着谈着就有了。你总不能拿他跟徐州比啊。 爱情又不是一见钟情，你像我，就更像前世九成情。你好像是第一次去劝我谈恋爱啊？大哥，你给机会了吗？每次我去，把那些人吓走。话说回来，被拆穿的时候，我还松了口气呢。爸，我还不想付你高额的出场费呢，你那么贵，我还松口气了？你铁公鸡，大吃货，哼！
小小，果然是你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叔叔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可能在这条巷子里，没想到这么走运，刚进来就碰见你了。郑钱，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嗯，你好。以后我爸妈说的话你也别太放在心上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要等朋友。说实话，是我自己想见你，想让你再忙，发信息可能也不一定能回。 就问了叔叔和阿姨，说你可能在这儿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小天，江天跟吴阿姨都很忙，不能让他跟着一起等啊。总有新的开始，才能结束过去。好像也有点道理，说不定时间久了还真有点感觉。 那走啊，走，走了。哎呀，还会骑车，是个劲敌啊。 你还别说，真是个老好人。好个屁！端起石头砸自己脚。你终于承认了。你看，你这个表情，像不像块木头？行了，我大不了请你吃饭嘛。你这个表情。你说的啊。 10点多了，还不回来呀？也不知道打个电话，干嘛呢？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确定他是去李家了？他是这么说的呀，说现场出了点状况要去看看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今天下午4点多钟就走了，到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，微信不回，电话也不接，张小秋还关机了，急死人了。这个小将。 我说让他带着我一起去吧，他就不带我。肯定是李家兄弟又惹了什么事儿了。怎么不走了？回来了，还代理。是，岑更还是太受限了。对呀。哎，你俩怎么在这儿啊？老周，吴阿姨，这么晚回来也不说一声，电话是摆着。 对不起啊，我手机静音了，没听见。哎，喂，怎么了？他神经兮兮的。不懂，不清楚，不了解。谁得罪他了吗？自己问。哎，都这么晚了，我送你。哎，不是，还有事没聊完呢。方便？有什么不方便？跟我客气什么？ 你是在生气吗？
以后出去手机不许关静音，我打电话必须接，10点以前不回来必须告诉我，还有出去工作不许丢下我。管小孩呢？我都多大岁数了，你就因为这事跟我生气啊？安啦，我在北京的时候比这个晚的时候多多了。在北京你是一个人，现在不同了，有我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以后啊把你揣兜里，走哪儿都带着，总行了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那儿疼，轻点，这儿轻点，轻点。哎，对，你现在知道疼了？那人家大夫给你开那膏药，怎么不见你贴啊？哎，不贴了，不贴了，一点作用都不起，还死贵呢。怎么没用？哎，没事儿。我明天去医院再找大夫开点膏药，我有钱，药不能少啊。哎，哎，对了，你跟那个江田呀，干的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特别顺利。师傅，别说啊，你还真神了，就吃了一顿饭，你就能看出来他跟一般的设计师不一样。臭小子，你师傅在这行里干了多少年了？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呀？啊，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跟他再合作试试？嗯，不合作了。不是答应你了吗？干完这一单，我就找一个踏实的工作，咱爷俩呀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那臭小子，你咋就油盐不进呢你？你给我回来！我不，我又不傻，过去让你打我呀？我师傅，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，放心吧。啊，早点睡，晚安。Good night， 你，哎，咋了，丁一？哎，哎，这是？啊，旧城改造，有好多人家啊，窗框都太旧了，不安全。街道上统一给安排换掉。哎，小文呐，你现在方便不？方便，方便。那好，来，这，你们两个。到外边，来，跟我进来。好嘞。哎，这边，啊。好。啊，你们两个，把这个地方，仔细，要仔细。好，老周。快啊，好吧好。仔细点儿。哎。哎，我小姨家换了。哎呀，今天换不了，就是给各家呀先量量尺寸。你小姨家，我还没去呢。来。江哥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，你知道那个污水提升泵吧？嗯，知道啊。一般别墅地下室没有下水的地方都装这个。对对对，就这个。昨天晚上我查了，这个呀、啊，现在用于接卫生间的下水也很方便，而且完全可以平走。它只要在卫生间这儿，在这儿这个位置上向上接管就可以了。我是这么想的：首先，咱们在这儿用立式马桶，最普通的马桶，然后呢，把污水提升泵藏在马桶后边，然后把洗手池的下水管也接过来。这样的话呢，统一处理完了之后都从这条管道里走，然后咱们往上走，走棚之后连进主下水管，这样的话就 OK 了。嗯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能明白。嗯，老吴啊，快开门，污水提升泵装在这儿。对，来了来了。哟，老丁，哎，这小文这孩子可真好。听说你们这儿没弄啊，人家主动来帮忙来了。来来来，你这个方案可行吗？接什么管啊？会被堵啊？这个我都想好了，32PE管，再连个3通，没什么问题。什么叫3通啊？就是分流用的。对。但是我们这个情况跟一般的不一样，咱们可是要穿过整个卧室的，噪音问题、维修问题都得解决。35。对对，小江说的对。这个确实我也想过，主要是如果噪音问题的话，咱们如果把这个放到院子里，哎，你说塌了就塌了，那不行，这得有人签字的，你快过来看看，过来呀，加长，哎，过来吧，接的管加长放院子，
这样的话，哎呀，我不说了，你说了算。哎呀，你看怎么行？五十。你看这个地方是吧？有点塌。这是签字，签字，签字，签字呢？对，签字。下堂的地方了。来，这哎呀，还有，别着急，签字。好了吧？不行，走。进去看看，哎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具体参数还要看具体品牌呢。一会儿有事吗？要是没事的话，咱们去趟建材城。行，正好看看价格。行，问问业主能不能接受。嗯。行，那你等等我，我换身衣服啊。好，没事，不着急。粮食呢？多少？64。小秋，走吧。走。叫车了吗？啊，叫到了。喂，不是你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过来帮忙的吗？我一个人量不了，不能帮了一半就跑了呀。小姨，你这态度不行啊！怎么了？哎呀，对，我跟你讲。你等，哎，也不是没可能啊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找他呀。哎呦，你个跟踪狂。你今天归我了。去哪儿？您不跟江田说一声自己来逛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他跟那张小秋去逛建材城，不也没带我吗？我这叫啊声东击西。他以为我会生气会去找他，我才不呢！我来买家具，买完了我再告他，他愧疚去吧。那不会愧疚，喂。我觉得这个还挺合适的，这个尺寸正好，小茶几也好看，还打折，就是想再便宜一点。啊，怎么着？一会儿啊，我们演一出戏。服务员，来，麻烦你，问你啊，这个沙发怎么卖呀？阿姨眼光真好，一眼就相中我们热销款了。这款现在正在搞活动，打八折，2200，特别划算。2200，这么贵呀？就是太贵了。这已经是搞活动价了，比前两天低多了。哎，我记得前两天在网上我看到同款，也是你们这个店。对，好像也就几百块钱，我找给你看看。我觉得还是那个皮的好，这又大又软，那还金脏。又不是给你买，人猪猪家小户型。对，这款沙发是我们专门为小户型设计的，占地空间小，而且您看三口人也能坐得下。而且您看我们这布艺，所有的地方都是能拆洗的，清理很方便的。那皮的一擦不更方便？来，找到了，阿姨。哟，怎么还涨价了呢？1100，我以前看的时候也就800。阿姨，您仔细看，这不是同款，我们这款不可能低于1000的。你的意思是，1000多才是正常价格？
阿姨，您误会了，您之前看的1000多应该是我们的会员活动价，要不然您今天注册个会员，再给您便宜400，1800。不，这个沙发还是太硬了，你看这可小都疼了。姑娘啊，我做家装也好几十年了，你们这种品牌店敢摆出来卖的，那是一分钱都不会少的。你给我说个实底儿啊，这沙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你们才拿出来做活动的。阿姨真没骗您，沙发能有什么问题呀？哎呦，这么大口子啊，还有口子呢，线都开了，这够吗？阿姨，要不然这样，1500行不行？我这就去找店长给您申请去，行的话能拿就拿，拿不了您再去别家看看，好吗？没关系的。哎，姑娘，你看啊，这个买了还要送抱枕、枕套、上门安装，这个活动套餐很丰富哎。这1500真的最低了，阿姨。猪猪，我知道啊，姑苏那边有一家店，要不我们去姑苏去看看啊？走。好。1200。阿姨，1200最低了，真的不能再低了。要不然再送你俩抱枕，枕套不要，送我一沙发套。都脏了。还行吧。真没想到这个沙发利润这么高啊！那我那个沙发还是买贵了。你那个砍价这么厉害，早说啊。这算啥呀？我绝招还没使出来呢。绝招？那什么绝招啊？你俩现在干什么去了？小文，下次你检压馆要是进东西啊，一定得叫上我，我好好的帮你砍一回价。行，我还行。嗯，我那个店里边就是买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俩好好说话。嗯。又生气了？老吴，你最近脾气可太大了啊，生气可老得快，你再这么下去，回头出门就不是咱们这巷的巷花了。我怎么了？你想想今天是不是忘带什么？手机、门钥匙、身份证我都带了呀。不是，忘带我了，我。嗨，你现在没说要去啊？我怎么没说要去啊？我一追出来，你早走了，大骗子！昨天还说只要工作都要带着我，结果呢？哎，我还是不是你助理了？是是是，肯定是。下回好吗？下回出去我一定带着你，肯定不忘了啊！别生气啊。哎，行了，那个建材城那边怎么样？张小秋帮你解决问题了吗？别提了，没有，没有。他早上不还说没问题吗？污水提升泵是没问题，能用，不反潮不淤堵。但是呢，就是太贵了，装一个好几千块钱。李家那两兄弟为了这个又吵一架，最后否决了。你看，这不，你要带上我，没准啊。就能便宜点儿，一便宜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人家这个是明码标价的，便宜个100-200块钱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。100-200，我跟你说，我小姨可厉害了，今天买沙发2000多的直接砍到1200。你俩买沙发干什么呀？帮猪猪家买啊，我们俩陪他一起去的。哦，深色沙发1200啊？啊，那是挺便宜的，老吴。没想到你还会这个呢。伸缩？什么伸缩呀？你没买伸缩的？你我特意标注好的，猪猪家小，父母来也有地方可以住。那图上是没说是伸缩的，你看，这张是没写啊，但是这张这儿写了呀，我连尺寸都给你标注好了。赶紧打电话问一下，看能不能退了。都什么事儿？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那个今天来买那个打折的
对对对，1200那个沙发的，嗯，我想退货。他说不行。那你再问一下，有没有同款带伸缩的？快快快，赶紧打！不接了，三楼跑一趟。电话号码多少？我来打。那。行了，我也不跟你们兜圈子了，我是为小秋来的。臭小子，师傅，家也不回，饭也不吃，怎么，就等我给你送呢？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多吃点儿啊。我听明白了，就是李老爷子这屋呢，要加个卫生间。由于受这层高限制，不能抬高埋下水管，又不能走墙排，是不是？嗯，那就在地上开槽，埋扁管呢。嗯，不行不行，扁管接过来太长了，我担心下水以后会出问题。臭小子，你还是嫩了点啊，就这个就没办法了。那行，今天师傅再给你上一课，啊。测速器带了没？带了。行，抓紧吃，吃完了跟我出去买点东西。好，好，好，吃。这不是放哪儿吧？哦，查这儿。这儿，对。好，可以。差不多。好。干活一定要麻利啊。嗯。这边也盖上。嗯。这边盖上。打开再测一下这个，哎，师傅，流水速度真的变快了，变了吧？变了，变了，变了。加个回气管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师傅，你太牛了。小秋啊，你就差这么一点点。师傅，你这大老远跑过来一趟，怎么走得这么着急？要不然你再坐一会儿再走呗。行了，快回去忙吧，别送我了啊！哎，那我走了，慢点啊。好。哎哎，等一下。哎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看，嗯，吃点水果，瞧你嘴皮子干的，拿着。哎，师傅，这我吃不了这么多，你吃。哎呀，拿着吃吧。啊，我走了，干好活啊。哎。
父母心吗？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再想想吧。江工，这次我真的有办法了，快过来吧。小秋叫我们过去，走吧。哎呦。哎，江工，吴阿姨，你们看，血流速度完全没有问题，没问题了吧？哎呀，我之前呀，没想到排水管是无压的，水往下走，气往上走，容易产生气堵，所以生活污水不容易排出来。现在有了回气管，然后开了气孔，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这样的话，卫生间马桶如果在这儿，就算是平移了2.3米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走这儿。只是他现在没想清楚，要是他真的盖房喽，将来肯定会后悔的。哎呀，这孩子呀，他爸妈走得早，我又没孩子，这师傅终究是父，他为我考虑，那我也得为他考虑啊。哎，江工啊，你是做设计师的，我想你应该能看清楚，他应该走下去。这段日子呢，我对你们这个草台班吧，也放心了些。如果可以的话呀，劝说他跟你们长期合作呗。从后面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，然后管子。小秋，你出来，我们聊一聊。聊什么？哦，江工，说好的，只刚你干这一单，干完这一单我就转了。这单跟上单不一样，这次是长期合作。江工，你认真的？你转行不就是为了稳定吗？如果我给你这个稳定，你是不是愿意跟我合作啦？我的能力有限，所以呢，底薪只能给你开3000，但是还是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一下。不是，江工，我觉得你能力非常强，倒是我水平有限，而且又这么年轻。苏州这么多工长，你为什么一定选我呀？不知道。可能我觉得我们俩很像吧，也可能我也不想花时间找别人了。总是能找到一份喜欢又擅长的事情不容易，坚持下去。谢谢你，江工。
哎，好。过道宽49。49。这是1.8米是吗？对，这是1.8×2米的双人床尺寸。这1.8米的宽和这柜子之间距离有点小啊，稍微胖点人都侧身过，如果小孩在那跑来跑去也挺危险的，容易撞着。确实是啊，你说这100多平的房子怎么这么挤，还不如30-40平的房子宽敞。这还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，30-40平的房子一个人住当然宽敞。没有，前两天我跟朋友去看了套房子，30-40平，精装修带家具，一进去特别宽敞。我们两个人加中介，3个人站在里边一点都不挤。燕儿，既然家具尺寸都变小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还不是为了让房子看着宽敞好卖房呀？知道。可是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呀，那里边的家具我都用了，一点也没比正常尺寸小多少，特别好用。小秋，要不然咱们把这个家的家具全部做成特殊尺寸吧。好主意。哎呦，反正你这个店里就是做各个品牌的代理，你多我一个也不多嘛。你说我们两个的爸爸都是那么好的老交情了，我厂子的质量你是知道的呀。贾哥，我就是一店长，我又不是这儿老板，这事儿我说了真不算。你这样，看在咱父辈的这情分上，我好心提醒一下你啊。哎，你自己看看，你们家的东西，无论从功能、材料还是款式上，这都落后市场太多了，你看看我们店里的东西，哪个不是科学时尚又好用的？所以你这东西真卖不出去。你这个话讲的就不对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经典，经典永远不会过时。你都没有试一下，你怎么知道卖不出去？我是啊，你好，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是33号室内设计工作室的。叫我老吴就行。所以您是想来和我们店里谈合作？是这样的，我家老板啊，前两天带着业主来你家买家具了。嗯，他特别喜欢，说不但质量好啊，服务也特别到位。您是店长？对。店长长得这么漂亮，这麻烦事儿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。乔安林说的，哪有这么夸张啊？您有什么需要的，您尽管跟我说啊，只要我能帮您解决的，都没问题。好，那我就说了。嗯。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哈。这样的，我那业主啊，那天一高兴就买了那个沙发。哦，你看，就这个，对，嗯，就这一款。嗯，你们是不是还有同款的？有一个有伸缩功能的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他是想买这个同款的有伸缩功能的那款。哦，店长，你看能不能给换一下？啊，是这样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两天呢是有个客户打电话来咨询过，对，就是我们。但是我如果没记错，他买的就是我们打折系列的产品，因为根据公司的规定，像打折的这些产品啊，咱们是不能退换的，所以您这个要求可能真的有点超出我能力范围了。哎，您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啊？跟您的业主商量一下，我们这个系列的沙发都在做活动呢，活动到月底，很划算的，要不换一个？店长啊，实不相瞒，我那个业主手头有点紧。他只能卖掉那套才能有钱买新的。哦，要不这样，我有个主意啊，你让我在这儿待2天，帮你2天忙，也顺带呀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买主，你看行吗？那个可以，倒是也可以，但是您干过这行吗？没问题，相信我。那行吧。好。好，哎，您好，您要看点什么？你看看这款沙发，哎，可以试坐的啊。一般正常床的大小分3个尺寸，2米、1.8米、1.5米。现在这个是1.8米的床。这个1.8米的宽度和这边的这个大衣柜中间的这条过道现在只有49，我就觉得吧，如果是冬天你穿厚点衣服，可能只能侧身过，而且我也担心轻轻跑来跑去的，不太安全，容易磕着。但这个大柜子我也考虑过了，70尺寸不能再窄了，
因为我已经给它做成推拉门，两扇推拉门它是有一定厚度的，如果再窄的话，可能你挂衣服就费劲了。所以你能考虑1.5米的床吗？珊珊，最近睡眠好吗？好久没跟你说话，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，越活泼越难过吧，越洒脱越放不下，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，几杯荒唐以后你说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，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，街角的旧楼推倒了，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，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，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，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人海里匆匆的，也许没那么复杂，走着走着如果觉得累就停吧，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，繁华的大厦不会塌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的家，爱着爱着总有人叫我们长大，想着想着快乐总大过悲伤啊，讲幸福的话晚点开，在座的人谦卑中学会了强大。